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凡。在这期节目里面，我给大家表演了唱跳 rap，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可爱的啊、撒娇的啊，然后也对你们说了一些想说的话。我觉得你们应该会很想听，然后因为我第一次这样嘛，所以呢，你们一定要来看《有你音乐榜》这期节目吧。